问你想要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饮水机的问题？我们可以去调查学校饮水机的数量够不够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用班费买一个大茶壶，然后每天下课再把水装到茶壶里面装满水。我们学校目前呢，可以让小朋友使用的饮水机总共有16台，因为我们之前的做过数量统计，总共有16台。那目前学校的总共的人数有915个人，也就是说每一台饮水机可以提供给57个人使用。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，我们想要如何让4年级的同学在夏天可以喝到清凉的水。可以度过一个没缺水的夏天。你觉得在调查饮水机的过程中，你有遇到什么困难，或你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很好玩又很紧张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访问总务组主任的时候，我有点紧张，但是呢，反正就很好玩，就是这样。地方是在录影，因为说你录了，你拍影片，你要一直修剪、修改、修改，不然就是说你要一直重复的做那件事情，一直重复。